尽管丁俊晖在玉山世界公开赛上止步第二轮，但很快丁俊晖微博报喜讯，爱奇艺抢下一女。31岁的丁俊晖升级成为一名爸爸，原来这才是丁俊晖专注力不在赛场上的原因啊。2018-2019 赛季斯诺克玉山世界公开赛第二轮的焦点比赛中，中国名将丁俊晖状态持续低迷，挽救赛垫后决胜局中错失最后篮球，最终4-5爆冷不敌米尔金斯，遗憾止步玉山世界赛第二轮。遭遇大冷门的丁俊晖究竟又怎么了？原来丁俊晖心中记挂着别的事情啊。丁俊晖微博报喜讯，18年8月8日顺产，母女平安，而且晒出了女儿小脚丫，恭喜丁俊晖迎来了自己的爱女，这是丁俊晖第一个孩子。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丁俊晖会遭遇大冷门了，毕竟孩子出生母女平安比什么都重要。今年4月丁俊晖公布当爸喜讯，很多人都感到诧异，因为丁俊晖私生活很低调，结婚也没有大张旗鼓。丁俊晖与爱妻张媛媛2009年就确立了恋爱关系，有传闻说张媛媛是个富二代。总而言之，低调的张媛媛成为了丁俊晖的后勤部长，在丁俊晖成功的背后少不了张媛媛的付出。如今两人终于迎来了第一个孩子，丁俊晖也从此升级为爸爸，可以尽享一家三口的天伦之乐了。网友们也是纷纷祝福，恭喜丁俊晖晋升奶爸，祝福没有什么比家人更重要。是的，我们要恭喜丁俊晖了，在2018年8月8日这个好日子成为最幸福的爸爸。当然我们也祝福丁俊晖今后的比赛加油。